傻过了吗？你们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我买枪，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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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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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怎么打的呀？没有价值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了今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出加特林，至少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，黄哥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馆上等你。是你吗？别冲动，你烦恼啊，也只有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妈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没有，那我就失去了你。